这高地也不好办，带着黑暗暴君，而且刘邦手里有大，直接可以强开张飞，直接开大了，什么都不管，正面强点，小时候就点塔，三秒钟高地塔点掉，绕后的 YTG 达摩想找机会，但是苏烈直接躺正面，两人残血，太极人进场又秒一个，这个位置刘邦大招，达摩这段大招也秒不了这个马可波罗，干将莫邪再补个大还是没杀了，凯进场一刀劈了扁鹊，这个位置马可波罗还没死，看路西法能不能拯救世界，能不能再劈一刀，还是劈不出来，没办法，只有他一个人面对四个人去切入确实很困难，那这就是马可波罗配到刘邦之后的效果，刘邦一套技能直接打残干将，一技能扫不到，但是兵线到了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回家回血基地就要不了了，直接扛着进塔一波点掉，让我们恭喜 BA 黑凤梨，马可波罗配到刘邦之后效果明显要比配到裴擒虎好很多，